有人说先知预言的恩赐好像是雷射一样，当你正确的使用的时候，它可以带出非常美好的果效，包括在医疗方面我们都看见过。可是错误的使用，它可以成为毁灭性的武器，以至于带来非常大的亏损。这么美好的一个礼物，可是却可以这么两极化的带出不同样的一个影响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更多的学习。我相信神赐给教会先知性的恩赐，也包括赐给教会先知的职事，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，让教会可以长大成熟，进入到基督成熟的身量里面。所以我要大力的推荐这一本书，是我非常好的一位属灵父亲 Chris Valentin 牧师所写的《先知学校》。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在你的恩赐上面，也在这个职份上面有非常好的成长跟学习。先知学校顾名思义，就是要训练一群先知性的百姓，让这些先知性的群体可以在教会里面被兴起。因此除了先知学校这本书，我们特别也设计了还有包括学生手册，还有领袖手册，还有课程辅助的 DVD， 能够帮助教会的会众能够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先知性的水流的里面，帮助教会整体性在先知性的恩赐，也在培育先知职事上面能够往前走。所以我大力推荐，不管是个人灵修也好，或者是在教会小组开课也好，这都是非常好的辅助教材，可以帮助到你的教会。Thank you.